我想 ATF 都懷疑他就是內奸。報上內奸的可能性是很大，但他為什麼要掘個窿要我去踩？我跟他有沒有十冤九仇？為什麼他要置我於死地？我還查到的，報上跟我爸爸是認識的，而我爸爸死之前就是幫經理做緊嘢。我懷疑報上都是，我更加懷疑我爸爸就是因為不想幫經理做嘢，所以才被他們殺死。你懷疑報上是跟你爸爸的死有關？丁鳥的人遍佈一個韓國業，但我真的沒想過 ATF 都會有。 Papa 那裡有一張 list， 只要找到出來就清楚了。我們大家都要小心點，暫時不可以爆喬檢出來，因為不知道他的料足不足夠我們鏟起整個丁鳥組織，免得打草驚蛇。二來我調回 ATF 捉到這隻內鬼，我要知道奧尚真正辱我的原因，等我找齐两方面的料施捉人。但如果你回 ATF 的话，你就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自圆其说令到他们信服的说法，如果不是不单止 ATF， 连 Papa 都会怀疑我，到时候要炒料就很难了。你说得啱，我要想想怎样说，不过你真的小心点。那你即刻先说吧。对住我串串咁，对住人口窒窒，想出嚟就大胆啲啦！如果我家姐唔俾机会你啊，哎呀，成身臭汗，冲个凉先。你喺澳门嗰珠海，你见到佢啊？死咗未啊 ？OK 啦，佢都算精神。喂，佢真系见唔到我个样啊，认唔到我噶系嘛？哎呀，东哥，我讲过好多次哦。當時傷得咁重，點會認到人啫？你放心啦，你唔會上身噶。同埋我同佢講好咗噶啦，佢會到時話遞趕救。你哋啲計劃留翻俾你自己，我真係唔想知咁多。而家日日都坐唔到，我唔瞓落啊！得得得，唔該曬你啊，全靠係幫助我咋。啊，我有啲錢啦。喂喂，你黐線！我已經係你同黨，我收咩嘢錢啫？真係唔該曬啊！唉，唔知係咪欠咗你嘅。你第時啲咁嘅嘢咧，你唔好搞我，知唔知啊？放心啦，唔會噶啦。其實我已經有個新計劃我。哇！你唔好再講我，我真係唔想聽。我想聽，我翻入去。哇！唔好講啦。人嚟噶喎。係咪中暑啊？唔好理啦，報警先啦。我哋系 ATF， 冇错，我哋之前有报过有伙计失踪，系佢叫庄有静，身高大概180cm， 中国籍男性。好，唔该晒你先，拜拜。穿山甲嗰日头打电话嚟，话喺西贡山头发现到 Carson， 唔怪之得蛙人点闹都闹唔到啦。唔系啊，发现到唔系 Carson 条尸啊，系佢个人啊。阿神仲未死啊！佢依家喺医院啊！阿姨，阿姨，哇！你大佬咧，佢喺边度啊？吓，佢而家点啊？哇！你冷静啲，医生同大佬做紧磁力共振 ，scan 紧个脑，而家仲未知道咩情况。我系咪发紧梦啊？嗰个系咪佢嚟噶？俾我见下佢先啦，俾我见下。阿妈唔入得去住啊，医生睇紧佢啊。千祈唔好认错人啊！点会咁噶？你话亲眼见到有人开枪打死咗佢噶嘛？点解会咁噶？我都唔清楚，但系啲伙计 check 过，嗰个真系大佬嚟噶。依家医生仲睇紧佢。佢系咪伤得好重啊？会唔会变咗植物人啊？我都未知。话晒大佬个头都中过枪，我惊佢。变乜嘢都唔紧要，最紧要系佢冇死到，我心满意足噶啦。我谂应该检查完啦。被银头部的确受过枪伤，但好彩佢而家已经冇生命危险。咁会唔会有后遗症噶？子弹打穿佢头颅再出翻嚟，好彩冇伤及佢嘅语言区同其他主要嘅区域。
除咗記憶模糊之外，佢嘅身體機能應該冇受到任何損害。另外，佢嘅傷口好明顯俾人護理過，已經埋咗口，冇受到細菌感染。佢而家係啱醒翻啫，我諗唔適合落口供住嘅，或者俾佢親人探咗佢先。我明白，唔該曬醫生。唔使唔使，你睇下先。靜，媽，我係咪發緊夢？我真係唔係發緊夢。媽，你唔係發緊夢啊！我翻咗嚟啦，媽。媽早就知道你十會翻嚟。我知道你唔会抌低阿妈噶，妈唔好喊啦，冇事啊嘛，仔仔，阿爹，我赞你智慧，你一世都见你唔到噶啦。我终于就等到你翻嚟。爹，你喺度谂紧咩啊？冇谂嘢。你系咪谂紧 Jessica 咧？你系咪已经向佢表白咗？系咪你哋已经？我妈，你放心啦，我同 Jessica 根本就冇发生过任何嘢，我只不过陪佢度过呢段唔开心嘅日子嘅啫。如果你哋之间冇嘢，咁就容易处理啦。头先喺医院你都见噶啦，佢对你大佬嘅感情，我谂佢系好爱你大佬嘅。如果要佢拣，佢都系会拣翻你大佬咯。我唔想你哋第日得个嬲字啊！得噶啦，妈，我自己会处理。就攞呢两本书俾大佬喺医院过日神先。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埋下面个钟仔 subscribe 啦！